哟，看来好的差不多了嘛，都能坐起来了。你要是觉得好多了，要不就回去吧。毕竟刚才温姨娘来，你也听见了。这你要是再住下去，府里上上下下恐怕都得知道了。刚才被这么一闹，府里不知道多少双眼睛盯着这儿了。暂时不能回去。什么？皇爷，你要赖在……您的饭放那儿吧。夫人，干什么？放哪？桌子呢？送人了。其他东西呢？也送人了。聂桑宇啊，够可以啊！侯爷吃不了思过阁的苦呀。那走好了。谁说一定要吃苦啊？这是重新受宠了。是啊，真好。哎，聂轩，聂轩，什么伤口？醒醒，叶轩！不行，我得赶紧叫醒你。得罪了啊！你醒了啊？你看看他怎么……是你刚才做噩梦了，我把你弄醒了。什么态度？你伤口疼不疼？不。我看看。你走开。我看看。走开。我收看看你的伤。侯爷。不用说，我走。恭喜夫人，贺喜夫人。怎么了？昨夜是您嫁入侯府这四年来，侯爷第一次在您这留宿。啊，可什么都没发生啊。玉楼摇殿歌舞秀，明月空照离人愁，枕孤舟。花儿花依旧，残寒晓尽数雨后，小院残絮沾衣袖，人已瘦，落尽天未晚舟。试问往事曾回首，爱与恨已醉方休，且将心事付与酒。这个味道就对了。夫人，侯爷在偷偷看您呢。什么？
有的人就是当面叫嚣，背后偷偷看，哼，真是臭毛病。可以出去的办法了，怎么出去？陛下，这俗话说得好，不到庐山辜负一双目，不识螃蟹辜负自己的腹。这个螃蟹啊，讲究的就是一个字，一定要鲜。所以呢，今天我这个呛蟹的做法，其实就是最大程度地保留了这个螃蟹的鲜美。好，接下来就要腌制一段时间，慢上片刻便好。好了，陛下，确定能吃啊？陛下要是吃出个三长两短来，咱们俩酒喝到底也不够吊。放心吧。怎么样？你是要让朕吃这生的螃蟹吗？呛蟹一定是要生吃的，这样才能最鲜美。陛下，微臣从未听说过生食，您九五之尊，不适合吃生食。林大人，你不要把自己的无知当个性好不好？怎么样？鲜，好，好，好！诸位爱卿都来尝一尝宁夫人做的蟹。好，来来来，分一下，分一下啊！尝尝，给你留的，好吃。哎，我，宁夫人。宁大人要是不吃的话，那我就再多吃一个。这才是人间美味啊！啊，你喜欢就好啊。好吃。剑术无双，我看也不过如此嘛。